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实现 Map 接口的其他的几个容器。第一个 Weak Hash Map，第二个 Identity Hash Map，第三个 Enum Map。在学习 Weak Hash Map 之前，我们先要对引用的分类做个了解。这里的引用的分类是指垃圾回收机制在运行的时候，我能否有效地控制引用所指向的那块对象是否应该回收。说白了就是对象所占用的区域，我是否应该回收？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不可能直接操作的，我们都是通过引用间接来操作，所以这里面我们对引用进行一个分类。强引用 （strong reference） 是指无论如何我们运行垃圾回收机制的时候都不能回收的对象。比如说字符串常量值，我这个字符串虽然你不用了，但是我别人可能使用，我们字符串常量值就是可以共享的，因此不能回收。第二个软引用 （soft reference） 是指我在 GC 运行的时候，我可能回收，也可能不回收。什么时候回收？是指我 JVM 内存不够的时候，我才对其回收。软引用可用于制作缓存，对我们常用的数据、敏感的数据不需要经常获取，我们把它缓存下来，使用软引用。当我内存不够的时候，我才把这块对象所占用的内存区域进行回收。弱引用 （weak reference） 是指我 GC 运行的时候，立即回收。最后一个虚引用 phantom reference，phantom 幽灵，虚的，类似于无引用，没有引用。这个引用不能单独使用，它主要用于跟踪对象被回收的状态。比如说在回收之前，我可以把这个对象进行获取，然后用于判断我是否应该做些其他的工作。注意，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引用队列 reference key 联合使用。这里我们对这个引用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首先，我们来看看代码，以代码来说明。建个包，改成 string，来一个类，refdemo，这里关注引用的分类，分四类：强、软、弱。以及虚引用，我们这里只看强与弱。再来一个字符串 string str 等于北京上学堂 is very good。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北京上学堂 is very good 存放在常量值中，字符串常量值，它是共享的。既然是一个共享，它这个就不能回收。来，我们来以代码来说明。来建一个引用的类型 weak reference，丢一个字符串进去，泛型 wr 等于 new str 丢进去。弱引用管理对象，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我们是使用这几个所谓的引用的分类管理这些对象，获取它 GC 运行前加上 wr 点。现在我们断开引用，str 等于空，通知回收 system 点 gc 开始回收 system 点 run finalization。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对象 gc。运行后，一运行发现对象同样存在，不能回收。public static void test string 常量值的对象不能回收。我们把这个稍微改动一下。改成
new 事情，这样的话这个对象就不再是共享的，这是在堆中。我们再来运行，发现已经被回收。因此从这里看得出来，只要我把这个对象加入到弱引用管理，我们运行垃圾回收机制，这个对象就被回收了。所以弱引用，只要你运行垃圾回收机制，我这个对象就会被回收。有了这个知识点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weak hash map。 那么 weak hash map 建为弱类型，因此在垃圾回收机制运行的时候会被回收。来看一下weak hash map， 字符串字符串 map 等于 new weak hash map， 现在我们存放一些测试数据。 map 点 put， 首先我们存放常量词 abc，对象 A， 再存放 put test， 好，再存放两个 map 点 put new string 的北京大学堂，map 点 put new 字符串，现在我们运行垃圾回收机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map 现在还有几个对象运行，来，只有两个，为什么呢？前两个是我们的常量词的对象，不会回收。后两个已被回收。什么时候回收 ？GC 运行已被回收。这就是咱们的 weak hash map。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你这个 HashMap 里面的数据非常大，占用大量的内存，这个时候你希望在运行垃圾回收机制之后清理这块内存，你就可以选用 weak HashMap。 如果我们选用之前的 HashMap 或者 TreeMap HashTable 都不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大家可以自己下去测试。接下来我们看 Identity HashMapIdentity HashMap 要求你的键只比较地址，跟我们之前的 HashMap 不同， HashMap 比较的是 key 的 hashcode 和 equals， 而这里只比较地址。 Identity HashMap 看一下 demo， 键比较地址取从，字符串字符串 map 等于 new identity hash map。 像这三个类啊，我们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一旦你用得到，你就可以有所选择。map 点 put a a 一 map 点 put a
乘以2，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大小 map 点 size， 注意这里就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 是常量词中的，凡是常量词存在即获取。现在我们再来看 map 点 put new 字符串 a， 3 map 点 put new 字符串 a。A4， 再看一下我们 map 的大小，运行，这就是3个，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不同的地址，因此这里注意常量词中的字符串 identity hash map 只比较地址。最后我们看一个 enum map， 这个 enum map 要求你的键必须是枚举，枚举说白了就是常量的集合。enum map demo， 我们先来个枚举 enum， 来个季节的 season， 定义4个常量 spring， 逗号 summer， 逗号 autumn， 逗号，然后 winter。春夏秋冬季节了，然后我们来看 enum map， 要求键为枚举。我们来看一下 API enum map，看一下构造器，它要求你给定一个 class 对象，很简单 enum map season 字符串 map 等于 new enum map season， 给定一个season 的 class， 存放值 map 点 put 键值呢为 season 的常量，指令加一个春困 map 点 put season 点 summer。下无力 map 点 put season 点 autumn 出发 map 点 put season winter 冬眠，打印一下大小map 点 size， 很简单，运行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枚举 map。 做个笔记，第一个引用分类，这个有可能会被面试考过来，第二个3个 map 接口的实现类，第一个 weak hashmap 键为弱引用，第二个 identity hashmap 键比较地址驱虫，注意常量词的对象。
第三个 enume map 枚举 map 要求键为枚举的值，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便于我们以后面试。加红色。好，关于这个知识点我们就讲到这里。